手一手啊，拔萝卜，拔萝卜，献感谢，对吗？嗯。有一天，有一天，老奶奶跟老爷爷出去外面，一起聊天，聊完天就赶快回家了。听说老奶奶有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三只、四只、5只、5只金丝雀。然后爷爷有1、2、3、4、4个母鸡，奶奶有1、2、3、3个猫咪，老爷爷有1、2、2个滚滚猪，圆圆滚滚猪，老爷爷有1、2、3、4、5、5个白鹅。嗯，那为什么白鹅跟那个金丝雀一样多？好。然后老奶奶拿一颗种子放在这个一个圆圆的土，放进去长在一个这边的土。然后今天下了，下大大的，轰隆轰隆轰隆。下大雨，然后老爷爷就看到一个大萝卜，然后老爷爷就过来拔萝卜，嘿咻，老奶奶也过来拔萝卜，然后老奶奶看到有一只牛，然后老奶奶就过来叫牛过来，然后奶奶又看到有一个2个圆圆滚珠，他就赶快过来帮忙拔萝卜。然后他老奶奶又看到3只猫咪，然后老奶奶就赶快说拔萝卜，拔萝卜。然后老奶奶又看到4只母鸡，他就说拔萝卜。可是老奶奶头往后，表示她就看到有1、2、3、4、5只白鹅在远远的地方，然后老奶奶就老爷爷跟牛跟人滚滚猪跟人滚滚猪，然后3只猫母鸡跟白鹅，他就拔呀拔呀拔，后来大家飘隆跌倒了。然后老奶奶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把他去请谁啊？他去找谁？小老鼠来，小老鼠，老奶奶2只手抱住小老鼠。老奶奶就一起叫大家拔呀拔呀拔呀拔拔拔拔拔，来爷爷躺在老奶奶的上，老奶奶上躺在牛的上面，圆滚滚猪躺在猫咪的上面，然后母鸡躺到白鹅的身上，然后白鹅躺在金丝雀上，然后金丝雀躺小老鼠的身上，然后小老鼠就吃大萝卜的东西，煮煮就吃。哎，这里怎么会有东西啊？你那
什么啊？对，嘘，害羞，我要看。